猪蹄儿。大土豆啊，回农村过年了，送大家2018红火锅，哎呀妈！我奶说大皮肉，和大桌大板砖似的。别叫了，别叫了啊！下给它缠的，给它狗缠完了。我炒的蚕蛹，我把里头都抠出去了。炒的太好吃了。卷饼。当当当！漂亮的牛奶果，它可以挤出牛奶的啊！先不挤，我先来一口，时间不够，先吃一口。嗯，哇！来一口醋啊！你们发现了没有？今年的虾都是弯的，说明好运连连啊！嗯，点上小爱心，感谢老铁。老铁们，如果我吃柠檬面部没有表情的话，能给我双击一下关注吗？不要了。给你们看看我今天吃什么，竹炭的这个是脏脏包，给你们。大一口啊。耶，这酥的。鸡蛋仔这个双皮奶。这是两千品。这个女生特别，鸡脚打不打？当当当当！咱自制的美食寿司已经做好了，感觉有食欲的朋友双击啊，享受这种美食的过程。嗯，幸福的味道，非常好吃的这个寿司啊，这个是扇贝肉，蘸点这个辣根，这个是鲍鱼，还好吃。宝宝们，今天爷爷吃大雪肠啊，长时间没吃了。那完了，掉衣服上了。